今天晚上我的嘉宾赵慧小姐。这首歌呢是我帮他拍的 MV， 哎，难得这个 MV 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回去看一下，非常有温暖的感觉。你是不是有太多吗？哎，你怎么每次见到我都要问这题啊？我好像刚认识你，在二十几年前好像有看过你拍过之后，我好像不怎么样看过。就好，那要不然那个帮我上一下那个真友的 QR code 在上面吗？还是你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结婚可以介绍给我？我身边没有结婚没有很多。这是我的黑胶，但其实它是蓝色的，所以我戏称它为蓝胶。蓝胶。香港人可能听不太懂。听懂了。哎，你们听懂了？我听懂。哇，你好犀利啊！你的关系本来是完全100%卖完的，然后有400位朋友选择退票，我也理解。按照我的理解，在南部还要李玖哲跟动力火车。老实说，如果说不是我自己演出的日期，我也希望去看动力火车。所以说，今天台湾还有其他的选择。我还是要衷心感谢大家今天选择跟志勇哥在一起，谢谢。